상도 意料之中的结果，不如说这就是我的日常。我会让你们化作齑粉。灯给我的印象比较像个黑道特工那种吧，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想用特殊剪裁的黑道制服来搭配黑丝，用黑色作为它的主色调，那样也会比较酷。作为七树中唯一一个仅凭肉身与道具就能与影对抗的成员，叫他一声姐一点也不为过。灯现在的名字来源于与影在对抗的专业组织灯组织，而在组织覆灭后，他不仅继承了组织的名号，还内化了闭嘴做事的组织文化，毕竟高冷的人看上去比话痨更可靠嘛。因为他性格比较较真，负伤也要坚持完成任务，所以身上也会有一些绷带和破损的设计元素。为了表现杀手的压迫感，我们还为他做了一些细节的设计，胸口和披风上眼睛形状的花纹，还有背后的组织徽章，都在映射杀手的职业特征。当灯进入战斗准备时，头发和眼睛会发出绚烂的光芒，犹如一盏黑夜中的明灯。如果人的恐惧会招来影子，那么灯发丝间的光正是由影子的恐惧汇聚而成。灯擅长使用各种枪械对敌方进行打击，他的战斗概念是残影枪术和弹药规划。我们想表现灯在枪械上使用的炉火纯青的技术，每种枪械都为他设计了不同的动作设计。速射弩灵巧轻盈，霰弹枪势大力沉，而冲锋枪则高速持久。这次武器的枪口以及弹夹的形状会比较特殊，这里有点像缝纫机的压脚，而它的弹夹则是线虫的形状，使用了很多复古的元素去代表网球背后的那个时代。作为御影七术之一的灯，他会将自己的枪械能力和影的技术相结合，在场上分出多重影子。闪转腾挪之间，残影进出，他们各持不同的枪械，对前方的敌人倾泻出狂风暴雨般的火力，而枪林弹雨之间，敌人灰飞烟灭。靠你接应。就让这道光烧尽一切。不过帅归帅，这种姿态也为灯带来了不少困扰，比如在需要隐秘行动的场合里，灯时常会因为战意昂扬不小心发光，让敌人有所察觉，最终令此战升级为正面对抗。他也因此被路人当作不屑于使用小手段行事而受到敬重，当然他本人对此毫不知情，如果让他听到了相关讨论，可能会被追杀吧。我从不在无谓的战斗上浪费时间，就像这样